错了历史资料。那我在网络上有找到一个连结，那个连结哈，刚好就是他把那个历年来的所有大乐透的号码，通通都放在这个网站上面。那各位可以看，点击进来，它这个乐透云哈，那里面的话，你会发现点进来之后呢，它这边会进入这个网页的时候哈，里面的话呢，就是2019年的11月26礼拜二，也就是前两天的号码，就开出这几个号码，一样是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，那一样这个是前一期22号哦，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，一定是1到49号，而且不会有重复的号码哦，所以一次就7个号码，六个号码一个特别号，那也就是一直往前推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网站呢其实还蛮完整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到10月、9月也没有，然后一直往前。到9月、8月的话呢，它就到换到第二页，也就是说呢，它目前这边底下有一个清单，也就是说呢，总共会有57个 page。那如果我现在点第一页，就是刚刚这一页，这一页有没有？点第一页的话，你会发现就这一页 ，OK。那如果我点第二页的话，那就是前一个页面哦，就是8月份，8月13 ，OK。那以此类推，这边的话呢，那3月一直到。那57页的话呢，就表示是最前面的哈、哦、，OK 哈、哦。那这边点进来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最早的是2004年的2月啊、哦，1月，哎，特别是到这里，2004年的1月5号，实际上第一期哈、哦，大乐透第一期实际上就2004年，也就是103年的1月5号，那就会有这么多号码。那问题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啊，它总共有57页哦。那如果57页，假设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把网页上的资料全部都把它放到哪里呢？放到 Excel， 也许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，我希望把这个工作表啊，名称也许叫这个名称也许叫大乐透吧。那把这些资料57页啊，全部都帮我放到这个 Excel 里面来的话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放 Excel， 你没办法做统计嘛，统计到底哪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。如果我今天希望，哎。第一个问题啦，到底那个大乐透呢，总共到目前为止开出几期，诶，有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讯息？第二个的话呢，开出来之后呢，诶，到底哪一历年来哪一个号码几率最高 ？OK 哈，或者是诸如此类的相关问题啦。那所以其实答案呢，已经在网络上已经有这些资料了，只是说你要怎么做呢？你需要把这些第一个啦，当然你需要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放到 Excel。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全部放在 Excel 里面的话呢，你总不可能说每一次你就点一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把它复制。当然你可以怎么做呢？比较笨的方法啊，就是你就选它，选这个范围之后有没有？选到之后的话啊，你就把它复制，那再贴过来 ，Ctrl C 嘛哈，然后呢再来怎么样 ？Ctrl V 贴上。不过贴上的话，它会有格式，那你可以把这个格式怎么去掉的话，贴上这边有一个所谓的选择性贴上。哦，然后呢，把它嘛符合目的的设定吧，哈、哦，把那个格式拿掉。但你会发现哦，贴上之后还有一些问题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再把多余的列，好像像这个日期，应该是把这个日期搬到这边来，应该这个日期才是对，复制贴过来，好，把它贴过来。也不过格式好像不对，它这个里面资料对格式，所以你可能要把这个资料复制到这边之后，再把这两列怎么样？按右键删除。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做一个之后的话，换下一个，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再把这两列删掉。哎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要土法炼钢来做的话，哇，那这件事情呢、哦，恐怕做到下课都做不完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知道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啊、哦？可以快速的把那个只要是网页上面的资料，如果它是57页的话，哎，我有没有办法把这57页的资料一次就把它下载下来？快速的下载，那这个地方当然你可能需要知道 Excel 里面有一些功能，它是可以下载网页的哦。比如说第一个，你需要知道什么？请各位注意，就是网页的结构。那你会发现呢、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我今天点选是第一页的话，第一页哦，你会发现这边有个 index page 啊、哦，有没有？等于什么？等于一。哎，那如果我今天点第二页的话会怎么样？第二页的话呢，它会出现什么？哎 ，index page 等于2，那就把第二页带过来。那其他当然不管了、哦。那其实你们慢慢可以了解，就假设你将来要抓网络资料的话，
它的结构一定是 HTTP 啦，可能就是 哪个网站的哪一支程式，有没有？它后面是 .ASP， 就是它的程式是用 ASP 的这种技术写出来的。那它的名称叫什么？这个乐透 Big B， 反正它叫它名称哈，它的程式的名称。然后一个问号的话，就是说你要带什么样的参数啦，所以后面 index page 实际上就是它的参数，它会把这个2怎么样带给这一支程式去帮我执行。 要执行就会自动跟那个这个伺服器跟他要个资料，你帮我要这个 inbase2的资料，帮我显示出来，所以他就会帮你把资料捞下来了。哦，后面好像还有个 end 嘛 ，end， 而且哈 ，order by 就是什么啦，帮我排序的意思。排序的话呢，等于 new 哈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帮我从新的排到新的开始排哦。 那如果说哈，后来我试一下，其实这边呢，你也可以把这 new 什么改成 old。如果你把它改成 old， 你会发现哦，它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变化。你会发现，如果把它改成 old， 我只有试一下，因为我发现，因为我写过这个程式，所以我知道这个逻辑。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帮你把资料从有没有从最旧的放到最新的。 有就颠倒了。如果 index page 等于1，然后 order by 等于 old 的话，那它就会从什么第一期就是 2004年1月， 由旧到新。所以 order by 的话，意思说呢，你要新的到旧还是旧到新的啊？不过不管了，反正我们其实最重要就是把资料给抓下来。哦，那抓下来的话，当然就不要土法炼钢。所以哦，如果你不要土法炼钢的话，第一个你要分析这个网页的架构哦，它其实就是。 最关键的地方就 index page 等于1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，把这个网址复制哈。另外各位试一下，就另外的功能，你可以开一个新的工作表，在资料里面有一个重尾本，特别注意哈，如果将来呢你要在 Excel 里面哈抓取网页上的资料的话，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资料重尾本，那你只需要什么，只需要点击这个重尾本之后呢。 它会跳出一个视窗，这个视窗实际上就是帮你把那个浏览器啊 ，IE 浏览器呢，帮你迁到 Excel 里面。那你只需要什么，把刚刚的网址贴上，贴到哪里呢？贴到上面的地址，有没有把它贴上哦？啊，这个网址到，那它会帮你把什么？啊，这个如果看到错误的话，你反正按4就好，因为它有些可能是 JavaScript 显示错误啦，不过这个不管啊，应该不影响。那它会怎么做呢？它会把那个网页帮你显示在这一个浏览器里面，它内建这个浏览器里面。那主要这个从 Web 它可以帮你做什么呢？就是帮你把这个网页，这个 Web 就网站，这个网站里面的这一个网页里面的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实际上指的是里面的表格哦，也就是说你要抓的表格，它会帮你找，也就是说它可以帮你。 只要是网页上是表格资料，因为其实 Excel 本身就表格嘛，把表格资料汇到 Excel 里面的意思哦 ，OK， 所以呢，你如果把这个网页找出来之后，接下来哈，你只要告诉他说，我要的资料是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所以你把这个打勾，这个表格我要哦，所以你就在这个表格上打勾之后，然后按个汇入，并且告诉他汇入到哪里，汇入到 A1， 他就帮你把这个资料。 不用复制贴了，直接就帮你把资料给放过来了哦。我们来试一下汇入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它会去侦测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哦，然后并且呢会跳出一个视窗问你说你要汇入到这个 Excel 的哪个地方，那你就告诉他说我要汇入到 A1，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，帮我把这个网页里面的资料全部都汇入到那个 Excel 里面来了 ，OK 哈。 那请各位试一下，如果说这个 OK 的话，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做什么？因为有1到57嘛，那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把这个动作用录制巨集把它录下来？那里面的话一样可以下载第一页。那如果将来我可以怎么？像之前我们学过嘛，把这个数字有没有改成1到57嘛？那其实就是什么？ 跑一个 for 回圈 ，for i 等于1到57，那把这个数字改成 i 就可以了。那它就。